好，镜头带您来看到花莲的南区玉里镇公所农业课进来，针对玉里的课程虹桥周边环境是规划一系列的计划。那么其中课长刘建林先是提出了绿美化，因为还是有许多的民众喜欢在那附近运动或者是散步，所以初步就是先进行种植适合的花草，并且也会在田的中间来设计玉里熊赞的造型，打造玉里新的打卡景点。玉里镇公所农业课近来针对玉里镇课程虹桥周边环境规划一系列的计划，其中课长刘建林先是提出绿美化，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居民喜爱在那附近运动散步，所以初步就是先进行种植适合的花草，也可以在那里做一个花海的设计，不要让那个地方空闲在那里。为了要让玉里有更多的休憩景点，公所也规划并且在田中间设计玉里熊赞的造型，打造玉里打卡的新景点。这个花海中间呢，会营造出我们玉里熊赞的一个装饰艺术，营造游客打卡的一个景点。另外，农业课所提出的花县玉里农村产业接待服务优化与创生计划推动，不仅能创造产业再盘点及整合，也能提升在地培力与培训，同时推广行销茶产业环境，使玉里农业更加发扬。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